所以那我前天问给你一组嘛，两脚的，然后白天要，对对对对对，雨天怎么办？哎，脚都没起来，哎哎，有有有有有，轻微的，轻微轻微的，轻微。你只要你有离开地面就可以。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，为什么？可是离开地面的话，啊，你有没有又脚吐气？本来我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对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哎哎，用凳子，对吧？脚本来是门卡往来往去，就靠拉门卡做个用啊。一起，还要一起。可以啊，他这个他这个高级班的、啊，这高级班的、啊。有啦，小小的。那有啦，小小的啦，你从我这边看就知道了。十分钟，我都要放掉他们五千块，五千块多，三十分钟。你会觉得三十分钟啊？这一定要一家店或是这个软件，对，一定要这样才有比较有弹性。重点啊，前面的热身运动都不要讲啊、哦，我们有三个比较重点，我先跟你讲啊、哦，你先通关这个，你先通关，然后这个你身体稍微往前下，你最主要是重心要在那个涌泉穴上。第一个重点，顿脚，啊稍微弯。蹬脚，你用你的内力去蹬你的那个涌泉穴，然后这个膝盖微弯，弹膝微弯嘛。哎，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？再使你的小腿有肌肉，你走路就不会痛，膝盖就不会痛。这对膝关节很有帮助哦。那第三个重点，第三种翘腿，你臀一定要翘起来哦。哎，这个已经我来给你看看，我这有没有翘起来？第四个动作重点是。手肘要往后边拉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然后，对，那有时候你这个下巴稍微坐一下，这样才会气会上去。蹬脚、弹膝、翘臀，是这样。拉手肘，手肘往后拉，要垂肩，哎，要拉开，对，这个拉开的椎。拉开的作用，哎，拉开，我没有办法，好像不协调。啊，会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膝盖要弯一点，对，要圆头式。到这边来了，到这个垫子上了。到垫子上比较容易坐，垫子上比较容易坐。教学。因为这个垫子它有弹性啊，比较容易坐。你重心往前。拉，这好像火车那个区别，好吗？那你有没有说左的时候脚怎么样？白天是向东方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太阳的，太阳的，它是以阳西。你要看那个，我只是重点的那几个重点跟你讲。你这个跟脚有没有怎么搭配？左右怎么搭配？所以你就很自然，很自然的，自然。但是要向后面拉，要这样。对，垂肩。对，那个前肩坠肘了，那太极浅的讲法。垂肩坠肘。对，那这个样子。那你膝盖要弯。要有弹性。不能太弯。哎呀，你注意看我的脚尖就是用蹬，不是这样哦，不是这样哦，不是像这样子哦，不是。所以主要力气在脚。在脚尖，用你的内力去涌泉穴。用你的内力去蹬你的那个。对，推热的不是热，那个力量。然后你缺陷的不错，可以。我现在想的只是大概嘛，你要去看那 detail。